If you like this video, please subscribe to our channel and turn on the notification bell. Thank you!龙卫，听我说，你是爸爸留下的唯一纪念，是我的伙伴，所以我不会让你输的。凭我的，现在马上从上方展开反击。哼！哎，你在找我吗？啊！哎，沙巴斯，快闪开！ 沙达斯，快避开要害部位！龙卫，不要追，小心反击！我们暗夜猎团不需要你这菜鸟教训，沙达斯！停！ 龙卫受伤比较轻，这时候决胜了。哼，想得美！这种危险的地形，不是你这样的菜鸟能逃到便宜的。嗯，他想干什么？啊？怎么看也不像是好事，一次把你们全收拾掉。 沙达斯，必杀技，隐忍必斩！不好，这招可没法挡住！龙卫，你的伤！哈哈，沙达斯，现在就只差给他们最后一击了。 沙达斯，就是现在！你又上当了！什么？只有在你对我们最轻视的时刻，你才会露出最大的破绽。哎！ 真走运！要是晚一点结束的话，屁股可要烫开花了。哈哈，龙卫，难道这就是你的真实面貌？世界上最顽强的10岁少年，以后请多多指教了。谁？是谁在仓库那里？到头来，竟是我被狩猎了！可恶！你给我记住，我一定会报仇的。
星宇，你还愣着干嘛？难道你想被你哥哥发现？啊，不行，被发现了，说不定就会被送回镇里。跑啊！现在情况如何？只差两秒钟，不明身份的售车人居然打败了暗夜四号，同时离线，追踪失败。竟然能够打败暗夜猎团的第四号人物，不明身份的售车人，你的主人到底是谁？If you like this video, please subscribe to our channel and turn on the notification bell. Thank you!